所以我是来跟他们做对比的。Yes. 刚才看到预告片当中蓝心的这个气势很足哈，一龙，我建议你应该站到陈哥旁边，因为你是你应该是我们对，应该是我们这一帮的，我的徒弟，对，我的徒弟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朱一龙，我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，啊，我在这部电影当中饰演陈哥的徒弟何子峰，好，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几位主创，好不好？好的。希望《逆战》这部电影里面的精神像永不消失的电波一样，一直传承下去，传承到每一代的人的身上。所以，希望这部戏可以票房大卖。11月3号，我们电影院见。好，很好的总结，来，导演。啊，我比。